桂林西区会发起着2021年爱心关怀嘉年华活动，十号将伫新丰高中来举行。除了是出动着五台关怀车接受民众关怀之外，周边嘛延续着往例安排的名利咨询、甲知名导所、生命下义镇等活动。那我们基本上，我们每一年都会在新丰高中这边，也承蒙我们的校长都借场地给我们来这边举办我们的捐血活动。那我们新丰区这边因为基本上是没有捐血站的。所以说我们一年一度还是用心用力来服务我们这边的乡亲捐血中心的指示。这次我们是没有使用摸彩品，我们是使用送我们的礼券，全礼券跟伴手礼这样子。因为年过年进前举办的关怀嘉年华已经变成了桂林西区会年度盛事，也是传统。但今年因为讲疫情关系，可能影响到民众的关怀意愿，而西区会会长柯明才就讲，将透过各种管道来大力号召，希望达成到2000台的目标。这一方面，我们也是尽量的做宣传也是捐血中心这边我们尽量做宣传。那我们也发动我们各位的私友，我们会里面的私友尽量的做社团上的宣传。尽量能把我们的目标2000袋达到这个目标。其实要来举行的关怀嘉年华，因为防疫的需求，取消掉澎湃的摸彩活动。不过关怀民众除了是关怀中心的关怀礼之外，桂林西区会嘛加码掉250cc 的送着连锁超市的100块礼券，500cc 的送着200块的礼券，同时够伴手礼。希望讲给新民众一旦发挥爱心，用个关怀来救人。南平新闻台以下桂林采访报道。